现在是早上8点钟，和田的天刚亮，我们去搞一只烤全羊当早餐吃吃吧。走这，哇，你来看看，你看里面跟火焰山似的。我给我七八公斤的羊啊，1200、1300一只，一天卖20-30只，好几万块钱、啊。这个早餐吃个最小的羊要1000多块钱。哇，好丝滑呀！啊。这里边有面糊糊，有姜黄，还有鸡蛋，然后老板说剩下的就要磨料的这个环节看着极其舒适，应该挺好玩了。老板爷爷的爸爸是做烤全羊的，爸爸的爸爸的爸爸100年了。这是我们买那个小羊，这样这样往上搂着它就可以了。哇，黏糊糊的。哇，你看这个，看这个料。马杀鸡，给他按摩，我这辈子也就干一次这个事儿，差不多了。你儿子当我们徒弟了，我不回去了。你这个摸那个肉啊，软软乎乎的。哦，哇，哦，哇，烤鸡了，行吧，我们2个小时之后见。家里还做烧水羊。一千只羊多少钱？现在一只羊1000块钱，1000只羢多少钱？上百万。你走吧，我不跟你排视频了。好香，好香，看烤了1个半小时，哇，看着还滴油呢，馋死我了。哇，你那个手是真扛烫啊，流口水啊。你看看，看看怎么看，这个壳好吃。这个鸡毛窝里一次吃两斤，刚好呼呼，也好吃。烤好了，烤这样。哦，我都能听到像那个玻璃碎了似的那个声，好香啊！哇哇，看着后面。下面都是油汁，你可千万不要给我，我不敢接招。来了，老香了。哇，这只羊的你摸的，那我要了。来，你摸，这是我啊，这个是我抹的，那这是我们要了，这是我们的早餐，7.35公斤，1100，这是咱俩吃的最贵的早餐了。哇，哈哈，太野了吧！你看。哇，全是汁水！哇哇，它的汁水多不多？太棒了！是有的时候的，这个是没有结婚的羊娃，这个没有结婚的羊娃啊，没有结婚，我不敢啊，我不敢！你真的好吃啊，你混真的好吃，尝尝看。很嫩，不酸，不酸，哦。真的好，一点也不酸，我感觉不一样。这个嘛，特别好吃了啊！我估计你们是天天烤，天天吃，咱一块吃。我从哪儿下嘴啊？这个，你看外面是橘黄色的皮吗？怎么不需要用刀切啊？一拽就下来了。你看这肉里面全都是汁儿。先给你们装箱子吧，这边。嗯。哇，真的是在你嘴里爆汁了！哇，早餐吃一只羊可太可怕了。带着胶质的，带着胶质的。烤全羊店里面吃的嘛不一样，热的嘛特别好吃了。就是你体验一次南坑旁边吃烤全羊之后，你可能去哪儿吃你都不香了。羊肝，哇，羊肝，羊肝，我不敢，啃口。好香，沙沙花花绵绵香香的羊肝，它是粉粉的，一点也不干吧。记得这个体验简直太顶了。今天就这样吧，锅底在你说的范蓉，这口肉就给你吃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今天我们在和田去吃一个馕坑架子肉，一个坑可以烤3只羊，我们去尝尝。走着，这儿能有烤肉吗？不能有狗吧？你好，是在这儿吃烤肉吗？哇，这都是肉，都是羊的前蹄儿，这是刚蘸完料，然后现在已经挂上了，把它给腌好了，腌完了之后一会儿就给它放到大坑里边去做了，好有仪式感。
现在已经放到这个坑里了，是不是很特别很神秘？新疆的阿达西，新疆的烤肉好吃，好吃。哇，好了，等了两个多小时了，哇、哦，我好激动啊！现在一层一层的肉香味儿，拿去一层，肉香味儿浓一点，哇、哦，你闻到那个味儿了吗？一下就扑过来了，好漂亮！哇，天啊，哇、哦，好香啊！你看那个油上面还滋滋的呢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带大骨棒，哇，100块钱一个啊，这一个就是一公斤呗，啊，一共重的那个，我天啊，谢谢，我真的都已经等不及了，简简单单的吃一口，能闻不到这个味儿，真的老香老香了，这是刚出锅的羊排，哇，老香了，外面是一层焦焦脆脆的壳，嘎嘣脆，哇，超嫩，这个肉超嫩。饭友们总问我为啥天天穿白衣服还不崩油，秘诀就是经常换衣服，跟养鱼一样，得天天换鱼才行。这个是我在德国买的可口可乐 T 恤，款式简约又时尚，面料可舒服了。还有这双德训鞋，我都穿两个月了，又软又舒服，走路一点也不累。衣服和鞋都只要99，特别划算，也太合适了，怎么买？你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，打开得物就能买同款，品牌直发，正品保证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无门槛的优惠券，你们快点进去试试吧。有算子好，有 PS。有皮牙子吗？这块儿，这块就是羊的这儿，这儿就是羊的这儿。老板说前腿儿更好吃。这个吃饭方式还是挺野的。里边肉都没拉丝儿，它这个是肉，是一公斤100块钱，然后一天做100公斤，看店儿不大点儿，但是一天能卖10000块钱，就在一个公路上面。油汁儿超好吃，这个肉就是只有香味儿，没有膻味儿。肥瘦的，但是肥肉就一点点。外边一层壳也很好吃，一层胶壳，酸奶，这个酸奶真的就是你吃一次就贼喜欢，解渴又解腻，冰冰凉凉的贼好喝，冰沙酸奶。这个3块钱一碗，然后这个凉粉也是3块钱一碗，谢谢。凉粉，谢谢，甜甜的。皮牙子甜甜圈，水嫩嫩的，贼甜。它就是把这层香料烤成了壳，厚厚的一层脆壳。来了，溜干净，凉粉，好吃，贼酸，这凉粉贼酸，辣辣的。吃这个肉的感觉就很像你10天没吃肉了。我们从和田市跑到墨鱼县的萨伊巴格乡，真的跑了好远好远，但是你来吃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值得。今天这样吧，估计再去说的饭友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拉筋索干图书干念大地为阿达尔哥，咱们这个账号主打的就是一个听话，饭友让我们往西走，让我们去吃肉，我们就来到了和田。现在我们去吃一个巨大的烤包子，还有手臂大的羊肉串。走着，你咋不告诉我？走着。别跑，大爷！吃包子了。天哪！你看一次要放多少个烤包子？往上面掸水，掸的是清水。这个锅贼大一个，大的10块钱，小的5块钱。往里面加炭了，准备烤下一锅呢。我说呛得我都要哭了。这活可真不好干。这烤的那个大串，哇，这串好大一个呀！多少钱一串？这个10块的，也是10块钱一串。这屋里全是肉味。哇！
好大一个，哈哈，大不大？哦，贼烫，好好看的颜色，好不好看？看可厚了，这包子可厚了一个，一个个都贼油亮油亮，而且可沉了，这烤包子。青椒，青椒，这个五块肉，这个十块肉。OK， 可以。啊，这是大的，这个是小的。嗯，这是青椒的。我们先吃三个吧，我都怕要五个你都吃不完。肉囊，要一个肉囊，我再要一个凉粉儿。啊，都拼一起吧。这是我们点的凉粉，三个拼一起的。哇、哦，酸奶里边加的冰沙是这儿的冰，这酸奶看着就好吃，加了蜂蜜。这是我们的下午茶，没到八点呢，没到晚饭时间。今天其实我们是来吃这个的，这是他们家的酸奶，改良过的酸奶，上面打了一层蜂蜜，这酸奶特别浓厚。哦，好爽啊！我们尝尝这烤包子吧，这是十块钱的烤包子，十块钱一个的，哇，贼烫，哇，这跟上刑一样。给你们看看十块钱一个的超级大的烤包子，哇，你看到了吗？里边流油了，这个里边是牛肉和羊肉混着的。哇，好香好香。它这个皮是厚厚的，所以是更酥更脆的那硬壳，而里边肉都是大团肉。嗯，刚出锅全是油。我有肉都掉下去了。我再给你们掰开一个蔬菜和肉的。说有个错子，可以把后边那个盐粒子给错掉。是它吗？是。有个仪式感。哎呀，好麻烦，还不如吃了呢。我觉得也可以吃，这样好累啊。哇，这个是肉菜的。哇，里面有西红柿，还有青椒。我感觉这个更好吃呢。第一次吃这个馅的烤包子。好吃啊，番茄汁混合着肉汁，混着合着那个油汁，咬到嘴里边噗滋一下，像你一脑袋。尝尝这个十块钱巨大的串，十块钱的手臂这么长的串，从这开始啊，从这开始，从这开始。逼死强迫症，从这边开始吃。昨天我们在酒店里面点了一个用鸡肉做的羊肉串，我心里想，怎么来新疆我还吃到假羊肉串了，都气死了。真的一点膻味没有。嗯，我知道它是羊肉，但是它一点也不膻。你说这样是不是 plus 版的淄博烧烤？我这个是肉囊，我这皮里都带肉的。plus 版的淄博烧烤。哦，我这个小饼夹小串怎么样？我先小试牛刀。好好好，肉囊好吃吧？大家围一块吃，一人一口都饱了，合起凉粉，有点辣，料贼入口，贼辣，又酸又辣，咔咔笑。这是我们来和田的第一顿，这让我们见识了我们没见过的贼大个儿的烤包子，特别爽的一顿饭。今天就这样吧，估计在你说的饭馆，明天见吧，拜拜。